置都给我选掉。好，这样子应该没有问题了，会带打点，找到一个游击的管区，六传三出局，林立得到了分数。不过他的球本来真的就是要让守备帮忙，但这一下打得不理想啊，太高了。林兆成呢，把他给掌握住。哦，这棒要看位置哦，但是快速的移动，还是被快腿林孝成给追到了，精彩的一个守备啊！那这一个接杀呢，就阻断了乐天后续的攻势，不过在一局呢，有先持得点得到了分数。上来呢，打第一颗球啊，找到游击管区，六传三出局，他有收获的一年哦，站稳了这个游击先发的一个位置，又是找到张振宇的管区，出局。哦，这棒打到了中间方向，就定位。那第二轮开始啊，武夺会做一些改变啊，还是打第一颗球，不过这一次有一手拦到了川一垒。哦，这棒呢打到二垒的管区啊，那要看速度，头发避掉避不掉，因为打太强了。哦，这个半局呢，龙队呢也回进了一次双杀回来啊，也是变相的三上三下。如果在第三轮还是单用速球来压迫打者，这就有点危险。嗯，这个球打了一个反方向的平飞安打，首名打者就上垒。那个对问力来说就比较划不来啊，因为他球数是领先的，投到最后被打了一支安打。再看一下这个角度，虽然是有要压低啊，不过李凯威真的近期这个状况是非常的好，确实是哦，还是串高。哎，哇，变保送，哎，先比出来了，点的是不差哦，只能够传一垒了哈，所以是一个成功的牺牲短打。中间方向这个球有没有机会落地，成为了一支安打，先带一分的打点，龙队追平。第二个也要回来哦，但是球处理哇传的有点来不及，所以两个都回来了，超前分哇！一个要拱冠，这个是拼的方式哎，而且这个是有把气势给带起来哦。其实中间这个回传，如果我觉得可能在守备方也没有预期到他会直接再往本垒冲哦，因为这个球其实林子伟是一个弹跳就能够掌握啊，接到顺势往本垒传，这个直接扑回来。那这样你看龙队的这个战术想法在这个半局就收到效果，短打推进，然后适时的安打，直接把比分给反超。哇，这一棒打得还蛮强的，看着球出去了，两分炮啊！哇，这棒扫出去两分打点的全垒打，本季的第三轰出炉啊！哇，这个前面三局其实威能帝展现的完全的压制啊，结果这个时候第四局一出状况，现在直接让龙队啊打了一个四分的大局。掉下来哦，被蒋少龙给掌握住了，刚好呢越过了全垒打墙，距离的那台车很接近，不过他就算打中里面，他是客队。这个又会是比喻那个主场选手，但这个就让龙队的这个团队的气势啊，现在是比较好。这把还是打高了。由郭天信来处理。果然就没有办法有效击球啊，由武夺自己来接。这帮于德龙反方向的一个飞球向后退几步，张浩佳把他给掌握住了。棒子是打断了，但是找到了三垒的管区接球传一垒，花了一点功夫，不过还是解决了马杰森。走了。哇，结果呢是挥空，但是有倒上去啊。
哇，单次是拼一个直球，不过林立这个球感觉就比较可惜哦，只有削到球而已。那现在变成的是两出局二三垒有人，能不能够得分要看下一棒的冯建。像罗志投球就是这么的沉稳哦，他一颗一颗跟你耗，跟你磨。掉到了，哇，还是这个滑球引诱到打者挥棒落空，三振出局，结束了这个半局，留下两个垒包的残垒啊。乐天美人多添分数，五局打完，龙队三分领先。没有了解，哦，这个球有机会落地，成为了一支安打，哇，而且越过去了，那这样有得跑了，要往三垒冲吗？还是停在了二垒？刘基宏。今天呢，从魏雷帝的手中敲了两支安打，且越打越远。待会来看一下，哦，这个球也没失头哎。不过刚刚有提到魏雷帝今天让打者挥空的球，其实大概都是在高进位、高的位置啊，那低的反而比较容易被重击。中间方向的飞球。追不到了 OVA， 哇，又连续两支长打出现，哇，今天蒋少红是威能帝克星啊，这两棒出去就六个雷打数了，哇，再带一分的打点啊，来到了5-1啊，真的不能给蒋少红想得太简单，他今天是第五棒，表示他的打击境况是好的。哇，这个球平飞安打再来，哇，那这样子二垒上的跑者要回来得分没有问题，而且打者还是要去上二垒，连续三支长打。但这就是我们刚刚在体威能地的这个状况，有点迷啊。这一局明明就连续两个出局数开始的，而且都是三振，就接下来连续三支二垒安打。现在投手教练必须喊暂停，而且每次安打都可以说是扎扎实实啊。这棒是一个外野的飞球，哇，又罢了吗？又是在全垒打墙前落地，连续四支长打。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但也有可能啊，因为这个差距也就这样被拉开哦。在乐天这边，可能还是会需要威能帝自己把这一个半局给结束了。因为来到第三轮哦，刚刚提到就是说他的一个诉求就变成卫权这边的打者锁定的一个球种，多投两局。哇，结果这个球虽然是走内角出阵，还是拉弓箭啊，三振出局。啊，这样，虽然陈成威是往后退哦。哇，这个速球内角，打者挥棒落空，等于跨局啊，瑞欧跟武多啊，是让那个乐天连续四名打者一到四棒都被三振。你看，因为瑞欧是一个配合度相当高的一名投手啊。这球找到二垒的管区，接球之后传一垒，所以呢，在六局下半呢，三上三下，乐天没有攻势。猪棒，但是强度不够了哈。还是走外角的一个进垒点。哇，拉弓箭投进去了，遭到了三振。那这样对于乐天来说就划不来了，塞了一个直球，今天真的比较低的这个位置主审是会捡的，因为球评就有观察到这一点了。这棒打到了中间方向，但是退了几步停下来了，进到了郭天兴的管区，遭到了接杀，联盟史上的这个记录平记录。缩着手，哇哟，好远哦，扛出去了，塞又拿
哇，今天呢刘基荣跟蒋少红这个四五棒是在尬场就对了。哇，而且刘基宏是越打越远的，一垒二垒现在是全垒打，有有，现在八局了，你想干嘛？哦，但是失头哈，而且这个球比较特别，是缩着手哎，而且是坏球哎，哇塞，这太厉害了吧！这样子正面镜头看过去缩着手，会以为这球会出界。往这一球直球走外角啊，现场测试143公里，捕手是往外蹲啊，直球是过来了，这棒打出去被龙顺给掌握住了，保守保守推进就行。哦，这个直球再过来出棒没跟上啊，三振出局，所以留下一个垒包的残垒，我们稍后片刻。出棒，哇，这个球落地了，是一支安打，而且一路滚到了全垒打墙。接到球啊，回传啊，那张振宇呢，在满球数的情况下、啊、敲出了强打，而且在这个半局时他是首名打者 ，lead of double。今天对于乐天来说，重伤是一回事，真的都是重伤，因为强打。团队十一支龙队的安打长打超过了一半啊，没有错。哇，这棒打的是还蛮扎实的，落地是一支安打。二垒上的跑者推进一个垒包，因为要确定这个球会落地的时候才起跑。王胜和上来替补啊，首次打击呢就敲出了安打。回国马上对球队有贡献喽。哇，结果这个球挡下来的话挡不住一垒上的跑者，也我真的字数上来说真的都算比较少了，带出去外野的飞球，这个距离啊应该是够了，三垒上的跑者要回来抓不到吗？抓不到，虽然处理球也不慢呢、啊、高飞先打带有一分的打点了、啊、得到了这场比赛龙队的第九分了。哇，这个直球压在七号到八号这个位置，又是150公里的速球啊！打者是挥空，遭到了三振。那这一 K 呢，刚好也是林凯威第100次的这个三振啊，就在这个时候出现，达到了一个小里程碑。还是中规中矩的。哦，这个球有机会吗？要看位置。哦，不行，张浩佳呢还是掌握住了，一打击。哦，有机会哦，没有，跑动中啊，虽然打得很强啊，还是进到了郭天信的手套啊，所以是一个再见接杀。比赛结束，最终呢，客队味全龙队就在这个季后赛争夺战的第一场啊，先拿下了胜利啊，比分是9-1。